刘先生。你好，我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咨询师，请您相信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帮到你。愤怒。从小到大，我必须看着别人的眼色活。是羞辱。因为那样的话，我会很崩溃。其次呢，为什么我会选择贺老师？因为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：自杀干预能做的有限，我想帮助到更多的人。他想带更多人从泥潭里走出来。可以尝试一个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数数，然后喊停。一、二。三，停。名山车神听过吧？什么神？秋名山车神。